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，我是主持人安娜黎。由优乐所推出的三国志战略手机游戏《三国汉之涛》要正式公测咯。这款与军团对战为重点的游戏一推出就受到广大玩家的喜爱，精美的画风以及充满特色的策略玩法更是让人欲罢不能。现在要公测了，赶快揪一揪，一起三国吧，揪揪。游乐游戏旗下新世代战争网游《三国汉之涛》即将正式公测喽！军团攻防战将会是《三国汉之涛》公测初期的一大重点。军团关卡将不单只是取得资源的途径，如今更是兵家必争之地。官方特别开辟新服预创军团专区，玩家可抢先于开服之前共商天下大计，规划军团未来。公测期间，不管是参与军团建设，或是投入军团贡献，达到指定目标，都能取得特别奖励，甚至获得大量铜钱与道具。公测当日还会有更多的活动和游戏资讯释出，有兴趣的玩家们请密切留意官网讯息喽。